官人，且留不听我诉说。我本是山中修炼的狐妖，一心想成人。谁料那日出门觅食，中了猎户埋下的陷阱。朦胧中，见一书生前来，将我救下，带回家中养伤。我动弹不得，心中却满是感激。原想待身体康健， 便助他求取功名，以报救命之恩。没成想，那书生南柯一梦，梦醒后将我残杀，留下孤魂不散。我苦苦寻觅，才知他遁入空门，就在小雷音寺中。 恳求官人取我毛发，化身前往见他一见，解我心中困苦。我知他藏在寺中偏殿，有劳官人带我去见他。 主，借来了，何不放下旧业，我等修。<音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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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哈哈哈。